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大家还记得小林开的冰淇淋店还有蛋糕店吗？那个时候呢都不算成功，现在我买了一个新的做蛋糕还有冰淇淋的机器，所以呢我的新店又要开张啦，看看今天又有没有什么客人来呢。哇，帕帕，帕帕你来了，帕帕你是我的第一个客人，来看看，来看看我的新店怎么样啊。哦，小林，我听说你又新开了那个蛋糕店，所以我想来看一下，你上次那个店是不是黄了呀？怎么又新开了一个呀？我的店没有黄，我那个是什么呢？我是呢重新买了这个新的道具，然后呢重新把我的店装修了一下，然后呢我要重新出发。我没有黄，我怎么会黄呢？我的店这不是开得好好的吗？好吧，我看看你这个机器。哦，你这个机器看起来很高级。当然了，而且呢我可以呢用这么多漂亮的材料给你做出好吃的蛋糕，期不期待呀？哦，好呀，那你先给我做一个蛋糕吧，我朋友快要过生日了，我想送给他。好的，你等着哈，我这个机器呀可高级了，我这个可以连着做三个蛋糕呢，你看看。好，哎，好，我这个可以连做三个蛋糕呢。中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个转着弄就可以了。这边，哇，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给你做蛋糕啊，你等着。哎。然后呢，你是不是想要巧克力味的蛋糕呀？我们用这个是培乐多橡皮泥。好，然后呢我先给你做呀巧克力的。好了，这个里面弄好之后呢，然后呢我现在有特别棒的机器，然后呢再给你做一个夹心的。很难抠，好紧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再弄一层奶油，给你弄一层奶油。搓，放进去。放进去。好。然后呢？看着啊，哇，是比以前高级多了呀，你看。好，到这里掐断。很漂亮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呢转到这个地方，再给你加工一下。怕怕你不要倒了。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转过来。好，转到这里我们来给它加工一下。稍微有点歪掉，这样过来一点。好，加工。耶，有王冠的形状哦，好漂亮。然后呢再转到这里。好，我再把巧克力的给你弄出来哈，等着，只要使点劲。看你的巧克力饼干，巧克力蛋糕。很神奇。好好吃的样子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然后呢我再给你呢在下面做一个漂亮的底座。好，再给你做一层奶油，你等一下哈，再给你做一层蛋糕。我需要工具，我现在也有了新的工具。
好的。猪，哦，很漂亮是吧？好，现在这是新的一层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蛋糕放到这上面。哦，好，你的蛋糕就完成啦。怎么样，用我的新的工具做的蛋糕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啾，哦，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呀，这个巧克力的好想吃呀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很漂亮的，快去把你的朋友也叫过来吧，让你的朋友也来光临我的店好吗？来吃我做的蛋糕。我这个店呢，不仅会做蛋糕，我还可以做冰淇淋哦。是吗？那我马上把喜欢冰淇淋的我们的怒怒叫来。好的好的，叫他过来。下一次呢，听说我们的怒怒会来光临我的蛋糕店，敬请期待吧。拜拜。